好饿，好饿，怎么办？好饿，头发都饿绿了。前面有草，拿出我们的剪刀，把草剪下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没有错，这就是这个模组的全部内容了，就是让你可以，吃草。The Ghast Cow。这个模组呢，只要你把牛重命名成 Ghast， 然后将恶魂把它给杀掉。它就会变成恶魂牛。恶魂牛本身呢，它是中立的，并不会对你进行一个主动攻击。击杀它之后呢，会掉落正常牛会掉的东西。知乎蜗牛的奇妙冒险，这个模组的让你在进入世界的时候会弹出一个页面，而如果选择下面的生成蜗牛，它就会生成一只几乎是无敌的蜗牛，慢慢的、一步步的、不停的追杀你啊！当然，它这个好像有点 bug， 你可以用沙子把这个蜗牛弄死。帕多鲁帕多鲁，这个模组呢就是添加了虽然有点潦草，但是它确实是尼禄啊。大香蕉，一个大香蕉，很简单的一个模组啊。然后它这个模组音频好像有点出错了，它一直在后台不断的重叠，不断的去放，导致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吵。跳下一个，一起跳舞。这个模组老有意思了，它就是让生物可以在繁殖之后，或者是在战胜敌人之后，就会跳起胜利之舞，非常有趣。那这差不多就是本次的模组介绍了，有点水，因为最近在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影片啊，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。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